姐妹们，今晚去我家看莎莎夺冠，出发！本公主今晚也不惧怕铁公鸡呱呱呱，坚决为运动健儿加油！看比赛的同时，再刷三套奥数题吧。帮帮我，我是今天的临时管理员。这就到了呱呱家。林呱呱，你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把一窝同学带回家看比赛，你做事都不过脑子的吗？这事儿爸妈不同意，都滚回学校宿舍待着去。林大熊，牛气了啊！咱家什么时候你说了算？老婆，你听我说吧，咱家床也不够睡啊。呱呱的房间只有一张小小的儿童床，除非叠起来睡，不然只能够睡得下一个小屁孩，剩下的就只有我们俩的床了。那总不能都让小孩们睡，我俩去吃地板打地铺吧？爸，爸爸说的对，我们可以打地铺。于是，哦。求的舒爽，有学问的人都羡慕。嗯哼，公主到哪里都能搭配出粉色的裙摆。孩子们，别管他，时间到了，咱们赶紧跟随你下比赛吧。林呱呱死命为莎莎加油！赢了，我弹给你瞧，表演倒立吃薯片，冲啊！叫本公主看，这球必须赢，请用我拿下奥数题的决心拿下这颗球吧。哇，赢了！后，林大熊，你看孩子们都睡着了，你今天看比赛一样开心吗？是热闹，开心了好多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不该这么小气对孩子的朋友。哎呀，林大熊，你干嘛？小心吵醒孩子。